今日我会同大家一齐 7 minutes workout 开始。我哋而家做紧呢一组动作叫做 jumping jacks， 系可以帮助大家舒缓大家嘅上身同埋下体，因为嚟紧呢一组运动都有好多系关于同上身同下体嘅部分，所以可以同大家做一做热身先。仲有10秒啊，顶住啊，我都得。你都得，4、3、2、1，大家趁有10秒时间休息，记住把握时间饮多啲水，同埋唔好原地企喺度，最好揈下手啊，揈下脚咁样。我而家做紧呢一组叫做 warship， 系帮助大腿嘅肌肉。女士可以练 firm 啲啦，只脚又可以做啲，男士就更加好啦，因为可以练到自己嘅荷尔蒙激进啲。好，仲有5秒、4、3、2、1，永远不归来，再爱。大地沉没了。方知你我太渺小。第三组同大家做嘅动作 push up 掌上压，主攻嘅范围系上半身、膊头、二头肌、三头肌，当然仲有大家嘅胸肌。啱啱过咗一半，15秒啊，顶住啊，我都得，你都得，5秒、4、3、2、1。第四组动作叫 V up roll up， 系分咗两个层次嘅，上腹同埋中下腹。而家呢个第一层次系做上腹嘅，第二个层次做中下腹。呢一组动作叫 plank， 只要大家 hold 住30秒，就可以练到上半身，同埋练到大家平时未必用到嘅深层肌肉。唔好讲咁多嘢，集中精神30秒。已经过咗一半时间啦，4、3、2、1。呢一组动作叫 side burn， 主要系练大家嘅侧腹，人鱼线都系咁练出嚟嘅。而家我就系做紧左边嘅腰，等阵间我先有30秒，我就会做埋右边嘅。仲有10秒，5、4、3、2、1。可以收到大家的小蛮腰，不会刻意用很多力，只不过大家是用自己的腰部和自己的体重去做的侧腹。4、3秒、2秒、1秒。美好的
呢一组动作可以锻炼到大家嘅手臂啊、大腿内侧，同埋最主要系大家嘅侧腹嘅。最好就系做嘅时候，膝头可以掂到手踭。仲有十秒啊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我知道大家都已经好攰，筋疲力尽，好似死去活来咁样啦。但系差唔多完噶啦，继续加油！我唔讲太多嘢啦，呢个动作练意志。过一半时间啦，顶住啊！我知道大家只脚都震紧嘅，而家我都系啊。两秒，一秒，啊！静静的等待。嚟到最后一组动作，当然同大家松翻下头先做过嘅肌肉啦，头先大家又做过下体啊。下腿啊、小腿啊、大腿啊、膊头啊咁样，好，呢组动作啊，要大家动作大啲，唔好怕丑，俾啲力，仲有十秒啊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做完少大量嘅 warm up 之后，做翻下啲膊头啦。个细细啲嘅抹枪先，大家唔使弹下弹下嘅，可以原地都得，唞翻顺条气。十五秒嘅时间，嚟个大嘅，向后翻腾，仲有五秒啊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多谢大家收睇《关人七事》。如果想要大隻要健美的，梗是关你事啦，怎会是关人七事啊，下集再见。